你好，欢迎收看红树林新闻，我是廖品涵，带您关心今天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位在三芝区的茂场里，就在埔头坑溪通往土地公庙前的道路旁，附近居民表示，由于溪床与桥梁过低的关系，每次到了台风或是大雨来袭时，桥下的泥沙淤积堵塞，常会造成溪水淹到路面的状况，导致附近民众家中都是泥水。而在过去的10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而今天区公所也会同北基农田水利会来到现场会勘，希望解决居民的淹水之苦。位在三芝区的茂场里，有一条埔头坑溪，从芝博山庄经过土地公庙眼前的这一条道路。而这条溪流从10年前开始就是供附近农田的灌溉用水，而在经过这条道路的底下，却发现溪床与道路的桥面相当的接近。附近居民就表示，在上游的地方时常会有溪岸的泥土被冲刷下来，导致这已经原本就已经很低的桥梁常常泥沙淤积，甚至更严重的遇到大雨或者是溪水暴涨，就会整个满到路面上来，造成附近居民家里淹水的情形。要做管起来对不？哎，那个不要做管起来，啊，这地方那个家拢蹲条桥开，吼，啊，最尾唔管未出去，你知无？啊，这桥开佫塌掉了，水拢会搬你歪过啊。这里那塌掉了，水拢啊，大水来就去把大水来的歪拢拉了了。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前面这一段桥的前面这一段的话，我们请那个水保局来施作这个边坡，然后这个桥哈、哦，这个桥底下的话，把它挖深，让它这个排水能够流畅。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哦，尽快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掉，哈、哦，避免说这里的淹水问题造成江顺兴老先生的困扰，以及这里的行车安全。而今天区公所也会同立委服务处以及北京农田水利会来到现场会勘。由于附近的住户江先生表示，每到台风来袭或者是豪大雨的时候，这条溪流水位就会变得很高，加上桥底下的泥沙严重淤积，光是在这几年内就淹了4次水，相当的困扰。而北京农田水利会表示，未来也会协助解决相关的工程事宜。啊，加水利会啊，啊，这个做一条这个。啊，水管啊，再个将水捡起来，啊，遐迄个背头啊，咱个落低落，落低落头会加一米外出来，安尼后边啊，这水流就会畅通，较袂安尼大水一来啊，马上会淹咧边啊去。有关上游边坡的部分哦，水保局的部分，初步我们也会邀请水保局协助我们公所来做边坡的保护工作。那这个部分还是要要求我们议员，还有我们立委这边，还有水利会，我们一起。来跟水保局来做一个争取。由于这条埔头坑溪，因为当初建造溪床拦沙堤的时候设计不良，造成溪床过高，与桥面只有半个人的高度。而区公所表示，未来除了会由水保局将上游的溪岸做整治，不再让土石崩落到溪流中之外，农田水利会也会进行溪床的降低工程，降低幅度达1.8米，以增加桥下的流量，才不会让淹水的情形一再发生。记者许端义三芝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在偏乡的弱势民众，位在淡水的汉邦慈善基金会秉持着关怀与帮助的精神，特别在中秋节前夕来到了三芝与石门区，针对低收入户以及独居老人等弱势团体，每个区各捐赠500斤的白米，希望将生活所需的物资借由区公所的平台发送到需要的民众手中，让他们过个丰富的中秋节。来自新北市的汉邦慈善基金会秉持着关怀与帮助的精神，特别在中秋节的前夕，今天来到了石门区公所，针对区内的低收入户以及独居老人等弱势团体，准备了500斤的白米。眼前区公所人员将一整车的白米推到定位。慈善基金会表示，为了帮助偏乡的弱势民众，才会准备许多的物资，借由公所发散爱心。中秋节都快到了嘛，啊。那么呢，因为我们的就是从这个三芝啦、石门啦、万里啦，那么中秋节到了，那就是我们一点点小意思，一个区大概都是500斤，是这样，哎，那我们汉邦呢，就是对这些比较需要帮忙的人，我们是尽心呐、啊，
就一点点小心意。汉邦慈善基金会表示，由于在北海岸的偏乡地区有许多的弱势居民，非常需要受到外界的援助，但往往社会资源也是相当的有限，因此为了尽全力来帮助这些民众，也希望借由区公所的平台将这些物资发送到他们的手中。汉邦国际文教基金会长期以来对我们北海岸的这些区都非常的帮忙照顾，那这次他们捐赠给石门区有500斤的白米，我们收到这白米，我们会针对我们石门区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还有这个独居老人哈，这部分我们的优先来做发放。那如果有其他的，还有一些额度的话哈，我们会再针对各里有一些需要的民众来做发放，希望说在这个中秋节前夕，也让民众感受到这个基金会的一个温暖。石门区公所表示，在偏乡地区有许多的弱势民众都是需要关怀的对象，除了非常感谢民间企业的慈善关心，未来也将会把这些500斤的白米平均分配到需要的民众手中，让他们过个丰富的中秋佳节。记者许端义石门采访报道。下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而在今天万里区公所也相当的热闹，由万里区老人会所举办的中秋节欢唱音乐会，邀请在地将近200多位的银发长者来到区公所，除了有趣味的活动之外，每一位长辈都能够报名点歌上台演唱，让这群阿公阿嬷们是相当的开心。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为了让万里区的银发长者们有个欢乐的中秋佳节，今天特别在万里区公所邀请到了区内超过200多位的阿公阿嬷们举办一场中秋节音乐会。现场除了每个长辈们都能够领取精美的礼品之外，每个阿公阿嬷都还能够点唱自己所喜爱的歌曲，不少长者们也都开心地表示，来到这里不仅能够享受这么欢乐的气氛，更能够走出家门与其他长辈交朋友。我拢办中秋晚会，啊，搁重阳晚会，啊，拢有一挂长官来干鼓励来干迄落，啊，阮利用这时间哦，大家啊唱歌，好欢喜安尼。大家做伙安尼来。对啊，啊，加交一挂朋友啊，啊，加熟一挂朋友啊。敢有好耍？有啊。啥物？真好啊！真好耍啊！有啥物好耍？大家唱歌，真闹热，真好啊！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热闹，而为了让每个长者都能够有机会可以上台高歌一曲，这一次只要是想要唱歌的长辈都能够到一旁登记排队。而万里老人会表示，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就是要让这里的长者们都能够感受到中秋节的欢乐气氛。要庆祝中秋节嘛吼，啊有一挂阿公阿嬷吼，啊，就要庆祝，就要唱歌嘛，所以办这个卡拉 OK 音乐会啊，吼，啊，让阿公阿嬷会当快乐、较庆祝安尼吼，啊，大家较健康安尼啦吼。今天在万里区公所的5楼可是相当的热闹，不管是唱的好不好听，只要是能够勇敢的上台，带给现场开心的气氛，都能够得到台下的掌声。而这些对于阿公阿嬷们也是相当大的鼓励。而老人会也希望借由这一场的活动，能够将中秋节的欢乐气氛给散播出去。记者许端义万里采访报道。淡水的义山里有个蔡家村，因为老人共餐的制度享誉国际，在新北市朱立伦参访过后，也将这样的共餐运动推广到整个新北市。而今天义山里也利用黄金资收站的经费，在开办了大型的银发共餐据点，现场也吸引了近百位的志工和长者，场面是相当的热闹。端着各式各样的佳肴上桌，每一道看起来都相当美味。这可不是电影中破塞的场景，而是淡水义山里祈福保生宫的活动中心。为了要照顾义山里的老人，里长利用黄金里自收站的经费开办银发共餐运动，今天也吸引了近百位的志工和长者一起来凑热闹。我们里面，银发族有差不多360几位，银发族就是65岁以上的，目前有360几位，是相当多。今天呢、我们总共来了80几位啊、来参加。我们从今天以后就会每2个礼拜啊会办一次。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有80几位的老人家都来这边一起参加。除了公餐之外，有我们的清洁队的宣导，有我们卫生所的健康讲座。那甚至呢，他们这边也有开课，做一些所谓的手工啊，哦。那甚至呢，大家也都会定期的
到我们的社区去做整个环境的清洁整理。社区的工作就是由我们社区的居民自己来关心，我们的老人家也是一样。开动了，夹完菜，长者们坐在一起闲话家常，脸上充满着幸福的微笑。里长表示，这样大型的共餐活动将来每个月会举办两次，邀请里内所有的长者一起参与。除了共餐之外，还会结合环保局和卫生所一起举办各种的健康环保讲座。而这样的活动也让来参加的长者和志工们都很肯定。真好，安尼老的安尼大家安尼合心安尼好，大家心肝有好啦。到今早饭安尼真好，食吼啊菜也较侪，啊大家安尼较劳力啦。因为这样很有成就感啦、啊，对啊，因为我们这样子出来服务，能得到大家的认同，那大家都会很开心。看大家吃的那么愉快，我们也很开心。义山里的蔡家村就是享誉国际的共餐制度的发源地。除了平常的共餐之外，现在里长也利用黄金支收站的经费，再开办银发共餐据点，将服务扩及到整个里，也希望能够落实老人福利，打造乐活宜居的社区。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近年来高画质的电视大行其道，但有线电视画质不好，长期被民众所诟病。其实有线电视也在淡水北海岸进行数位化的工程。截至目前为止，淡水北海岸的收视户已经有四成完成了数位机上盒的装设。除了要提供更多优质的高画质频道之外，业者也希望以更人性化的操作模式和科技化的多重功能来吸引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个小小的黑盒子，相信有不少观众很熟悉。为了要提升有线电视的画质与服务，从今年初开始，有线电视业者也很积极地帮民众加装的有线电视加上这个免费的数位机上盒，让有线电视能够数位升级。而目前整体淡水北海岸的数位有线电视普及率已经达到了四成。那个我们现在公司呢，以及配合政府的政策啊，已经全面在推这个电视数位化的部分。那家家户户都要安装这个我手上拿的这个机上盒。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红树林有线电视的部分呢，目前已经有超过四成以上的客户家里都已经装了这个机上盒。虽然加装了一个盒子以后必须要更换遥控器，但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新增电子节目表不但能够让您轻松的查询到各个频道的资讯，搭配上家值的专用硬碟，更是可以将喜欢的节目预约录影。而喜欢看连续剧影集的民众，更是可以利用预约录影的功能，将整部影集收藏到硬碟之中。电视数位化以后，除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方便我们做查询的电子节目表之外呢，另外我们提供了其他的加值性的功能，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我们公司专用的这种数位机上盒的录影装置啊，有这个装置以后呢，其实我们在看电视的部分，除了配合节目表的时间来看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预约录影的方式，把要看的节目录下来。为了迎接高画质的时代，有线电视加紧数位化的脚步，除了要提供更多优质的高画质频道之外，也希望能够以更人性化的操作模式和科技化的多种功能来吸引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有兴趣加入数位有线电视行列的民众，不妨赶快跟业者来联络。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让消防观念从小扎根，今天上午淡水消防分队前进文化国小，要让135年级的小朋友学习烟雾逃生、消防栓使用与家户防灾地图的观念，透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实地的操作，让小朋友从小建立逃生救命的知识。消防水柱喷在大树上，仔细看，拿着苗子对准喷水的可是一群小小朋友。为了建立学生的消防观念，今天上午文化国小特地和淡水消防分队合作举办了消防体验，希望让这些逃生救命的知识能够从小扎根。借由这样子每一次的防灾演练，让同学实际上去体会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应变能力，也提高自己的对生命的保护的这种安全的警觉性。那透过这样子呢，就把我们的整个融入在生活当中，也就是说让自己的在平常当中也能够对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有应变能力的这种能力的提升。烟雾室里伸手不见五指，让几个小朋友迷了路，在复宣队的提示之下好不容易才逃生成功。而消防分队特地准备了消防水柱的使用、烟雾室体验以及家庭逃生地图的讲习，让这些小小朋友们都能够成为家里的防灾高手。关门还有要准备手电筒，也是很可怕。不要上电视吗？为什么？里面有什么最可怕？烟。我是假的地方是用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虽然是学习逃命的技能，但小朋友可都玩得相当开心。消防队拿出寓教于乐的方式，细心的指导，目的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记住每一个该注意的细节，在真的灾害发生时，能够顺利的救自己一命。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新北市第十九家公共托育中心12号开幕，新北市长朱立伦主持开幕典礼时表示，每一家公托都善用民间资源，并活化闲置空间。而这一所公托直接设置在小学里面，让孩子从0岁到12岁都可以在国小里成长学习，等于实现另一种12年国教。12号上午，市长朱立伦参加新北市第十九家的公托中心的开幕仪式。朱立伦表示，公托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了亲子馆和托育服务，希望这间充满桃园特色的亲子馆也能成为社区居民与孩子最喜欢的休憩空间。我们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希望，而我们办的公托托育中心也获得中央全力的来给我们鼓励加油，也谢谢朱处长代表中央来。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办公托育中心都是跟我们这些民间的资源共同合作，每一所。昌福公托设置了儿童版的陶艺中心，包括陶艺森林迎宾区、游戏泥巴墙、水墨涂鸦墙，内部也规划有寻宝配对、游戏墙、触摸墙等等，并设计许多以泥土为主题的课程，如粘土把玩、陶土创作、陶器花艺课等等，希望让社区0到6岁的小朋友能享受亲近泥土的童趣时光。其实还蛮令我惊讶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一个很安全又很干净的环境，让我很放心把小孩子放在这里。从第一所细致到今天第19所，都是我们家长所期待的，都是我们社会所期待的。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特点是2合1，公共托育中心收多我们的非利，收多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还有亲子馆，让我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让我们的社区社区表示，预计在103年前会设置32处的公共托育中心，到时候就可以收托到2400名儿童，提供社区亲子服务32万人次。昌福公托是新北市的第19处公托，后续会在新店的新和国小、树林的武林国小、土城广福国小以及中和区的中和国小也将有公托陆续开幕。记者凤强市府上报道。一向深受喜爱传统表演艺术民众所期待的102年新北市传统艺术巡演，将在9月14日至10月27日开演。文化局邀请到18个优秀团队到新北市16个行政区演出，共16个场次，展现传统艺术丰富的层次与文化深度。在12号的记者会上，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林宽裕与演出团队一起为活动宣传。欢迎民众邀家人朋友一起来观赏布袋戏、歌仔戏、古镇、镇头、北馆等多元化的传统艺术之美。他的爸爸、他的爸爸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可能就开始在演，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所以他刚刚那个阿东老师说，这个现在我们好像觉得，传统艺术慢慢的式微。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我站在文化局的立场。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一定会加强的来推广。不管是传统的戏曲或者布袋戏呢，都是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的支持哈，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像艺术创作者来讲啊，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阿宗老师都常常只有布偶陪伴他这样子，所以他就要陪伴布偶很久。对，那就是要还要对布偶说话，然后还要有的时候还要让布偶安慰自己，或者你去安慰布偶这样。局长林宽裕表示，传统艺术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无论是民间的信仰、长明的文化，或是融合当代艺术，都是先民代代累积相传的智慧结晶。每一场演出都在诉说着先民的生活历程和蕴藏丰富的生活艺术。然后办越来越多的场次，然后让我们新的一代能够看到我们的传统艺术之美，所以这件事情请阿东老师不用担心。那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刚刚主持人也非常介绍了我们所有的巡演的过程。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16个行政区域演出了16场，请大家告诉大家。
此外，为了传统艺术传承扎根，文化局在演出现场规划从身段、化妆、角色，一直到唱腔等展示说明，欢迎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来认识传统艺术的精髓。记者凤强市府上报道。新北好天气，热火好元气，我是伟文。九月属于秋天的季节，六七八月是属于夏天，当然秋天的感受的热一定是比盛夏时节来的少。不过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似乎本来应该要比较平息的高温，显然的在过去一周到现在都还是热乎乎的。似乎在这样子的天气情况底下，我们要怎么去形容呢？当然呢，就是以秋老虎来形容白露节气期间的这样子的热。目前来讲呢，秋老虎是进入到关缩的阶段，所以啊，整个气温来讲跟正常一样的火热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持续来讲，未来几天都还是会很热，一定要避免秋天中暑的状况咯。那目前来讲呢，夏天的这个台风季节还会延伸到一点点到秋天来，所以台风的潜势在下周来讲是有的，不过好在呢，在星期日之前是不会轻度扰动到台湾的天气咯。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发展的情形了，可以看到呢，在台湾附近其实水汽量都不是很多，主要的水汽量呢，可以看到呢，在巴士海峡上面有一些的云系呢，慢慢的往台湾南台湾这边在飘送进来。当然了，天气部分对于这个南台湾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于新北市来讲，可以看到呢，其实呢，目前在这个台湾海峡的北边这边呢，是属于一个非常干的干空气的区块。当然了，天气状况来讲，不只会好天气，而且是万里无云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呢介绍的给我们的一张的这个夕阳的照片，非常漂亮，基本上是没有云的。而且呢，当夕阳在西边落下的时候呢，整个光线往东方打上来的时候，会呈现出夕阳这个晚霞的这种色彩呢，是非常缤纷浪漫的、哦。而且目前来讲呢，是属于上弦月，在上半夜的时候呢，还是看到月亮，蛮可爱的、哦。好了，接下来天气到底会怎么样的演变呢？来看一下，目前来讲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面大概是2000公里呢，有一个热带的低压逐渐的在发展当中，未来发展成台风的趋势是非常强的。目前来看呢，它的路径呢会往这个琉球海域进来，当然的，这会怎么走还是很难断定，但是呢，可以知道的是，在星期日之前，对于台湾的天气来讲，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目前南边来的水汽量稍微比较多，所以午后阵雨的状况在新北市的山区会稍微变得比较多一点点。不过呢，这雨呢，大部分还是属于这种比较小范围的，主要是以午后的云为主哦。下雨的情形会比较少。星期三的状况呢，差不多是这样。在星期四的时候呢，有一些东风进来啦，在贡寮这个跟这个比较靠东北角的部分呢，云量稍微有点多，甚至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的话呢，状况也是差不多的。不过可以看到，在新北市的都会区来讲，还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喽。温度的部分呢，当然有这个秋老虎的发威嘛，所以温度呢会一天比一天的还要来得更闷热的感觉。基本上未来的一周都来到了35度左右的这种温度的情形。当然了，清晨的低温或许呢是阳光加热已经逐渐在减少，所以清晨的低温呢大致上还是25-26度左右，在比较山区的部分大概是降到了21-22度哦。所以呢，日夜温差在这几天来讲是会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也要做好一些保湿的工作也好啦，还有说呢，在清晨的时候要在山区比较郊区也要做一点保暖的工作咯。好啦，也提醒大家啦，未来几天算是不错的天气，务必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避免秋天也会让你中暑了。以上资料提供大家快乐过生活咯，再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廖品涵，祝您一切顺心。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